茶，都是用糯米做的。今天家里面有客人，就是来了一些大娘啊，还有姑婆，他们都来家里面了。他们难得来一次，然后我今天做一点这个红薯粑粑，都要用先调一下先。这是红薯粉，我看那水怎么太闷了，闷的话太要那个太结实了，那没有没有我下去小心了没有？这拿这成块，就是拿成块，还是把它搞成块的。这块你们就要搞焦了，看看我这个。哎，吃红薯炒。哎，镜头。这茶水我们放了那个米炒过之后，再放茶叶煮一下。这个茶叶是我们山上的那种大茶叶。野生的江豆角。野生大茶叶。那茶也没见过呢，这是茶水。在泡茶，它用茶水泡之后，它就软，又香又软。对吧？现在很多老人家喜欢吃这个。我是没写他的爸爸。这完全没有说完，没得泡茶，那就媳妇儿，那今天你们两个来。小姐，到那边坐，就那边拿筷子来。好好好